什么是溢价？溢价，证券市场术语，指所支付的实际金额超过证券或股票的票面价值或面值，超过票面价值或面值的部分称为溢价空间。通常说一只股票有溢价，是指在减掉各种手续费等费用之后还有钱。而在基金上，则专指封闭型基金市场的买卖价格高于基金单位净资产的价值。溢价是指升水，在货币市场中，升水只为判断远期或期货价格而向即期价格中添加的点数。一般来说，股票都是溢价发行，具体价格由发行企业与承销的证券公司协商决定。高溢价可以使企业用较少的股份筹集更多的资金，但对于投资者来讲，股票溢价过高会加大投资成本，会影响投资热情。